就如果能把高妹秒掉，让她不干什么事的话，有机会。哦，闪现啊！拉两个人要的这边反应很快，交出闪现，但是后面的话位置被逼开了。这边 Missy 已经倒地，但是后面Fofo传了进来，连续三段的利润冲击，瞬间带走对方的双 C double kill 拿下。左边只有野辅两人有闪，而右边闪现全无。 这波看一下，直接一耳闪进来，瞬间秒两人。超超刚刚说的闪现，直接帮助这边Fofo，瞬间拿下了一个 double kill。哇，这样感觉战场应该是风卷残云了。对于二人来说，二连捅连到乐言，乐言掉了大概六分之一的血量，这边直接交出大招，旁边利用了自己，哦呦，两个筒子直接把 Ivan 打到撕血，闪现来一刀活刀，单杀掉了对面的 Ivan。 呼吸哥万钧从中取掉敌将首级，后面的话感觉就是打走战场的时间了。打了信号，想抓香克斯，香克斯往回走了两步，发现直接走到小航可以开他的范围内，两段的波影迷踪，再加上闪现，但后续小航跟闪灭过道，但后面有个镜花水月的被动隐身，乐言猜错了边，但最后一个通关天地被一个 W 给挪开，回到了一个自己的位置，但后面的话，哇，这个精准弹幕差一点就拿到了乐言的人头，关键团。 但是 Elk 状态并不好，这边上来小航直接开 RW，想要控到了对面三个人。但正面的话，看一下这一波 Cube 切拍的相当不错。但反而有这边 Elk 一个精准弹幕也拉到了对面三个人，而且这一波配合上前面胡西哥的一波万雷天奥印，瞬间 RA 正面前排融化殆尽，只剩下一个迷路的 Ivan 啊，走到了 Elk 的面前，被一发 Q 技能给带走。